寒江孤影，江湖故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识。Hello，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葛云森。今天呢，是我做万物开箱系列的第七期视频。大家看到这么多快递，是不是以为我要拆完？没错，我只是拍个封面而已嘛。今天要来拆的呢，就是这个最小的快递。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种盒子，里面装的是非常 nice 的一种东西。开箱。说明书，在年前粉丝朋友们让开的一种植物，食人草。包的这么严，其实呢，我是想买一个更大一点的，但是卖家说够用了。但是在收到快递的时候呢，我发现怎么这么小，而且花了我39.5元，并且这个里面的有些叶子都已经烂了，太亏了吧！来，音乐。为什么会叫它食人草呢？因为这种植物平时会捕捉一些苍蝇、蚊子、小昆虫之类的。平时呢，这个它的两片叶子是分开的，但是叶子里面有甜色的液体，一旦昆虫碰到叶子里面的触毛，两片叶子就会迅速的合并，死死的夹住猎物。分泌消化要大概10天左右的时间就可以完全消化完毕，然后再重新张开，等待下一个猎物的到来，是不是非常的神奇？在现在这个季节呢，也找不到什么苍蝇、蚊子或者其他类的小动物，所以说还是有请我们的蚂蚁城堡，我们就拿出来一只小蚂蚁来进行测试一下，看一下这个食人草的威力到底有多大，能不能把蚂蚁死死的困住。开始，现在取出来一只小蚂蚁。不要跑！这只小蚂蚁已经被我捏在手里面了，接下来就是把它放到食人草中间。